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四年的八月六号，星期二。中国的一个老朋友的国家孟加拉国的政治局势啊，在昨天呢是发生突变。啊、昨天，也就是八月五号，在孟加拉民众大规模持续街头抗议的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孟加拉国的总理哈西娜是宣布辞职。然后呢，他马上就跟他的家人呢是坐直升机离开了孟加拉，去了印度。 据说哈希娜跟她的家人在印度呢，也不会待太久的时间。可能他们这个最终的目的地啊是英国。以后呢，他们可能呢就在英国呢是安度晚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呢也是这个地球上啊很多所谓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啊、亚非拉国家高官们、权贵们他们的这个标准的配置，就是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是担任高官啊，在他们自己的祖国呢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呢。 他们自个儿还有他们的家人呢，是早就在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万恶的西方国家里边了，给他们自己呢是留好了退路。他们早就有了发达国家的绿卡，早就有了发达国家的国籍。一旦是他们自个儿的祖国出现这种政治上的风云突变啊，他们不能够继续再为人民服务了，那他们呢就会马上跑，就会赶紧跑啊，就会逃离他们最亲爱的祖国，彻底投入西方国家的怀抱。 全世界的独裁国家、专制国家的那些个高官们、权贵们，他们基本上呢都有这个路子。所以呢，最近这十年以来，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啊，他对这个中国体制内官员他们的这个外国的国籍、他们外国的绿卡、他们的护照是管得越来越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狗哥呢是这个强烈支持的啊，因为你不能够脚踩两只船，对不对？ 你既然是号称为人民服务的，那你就要在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这个死也要死在中国，对不对？你绝对不应该有这个外国的护照和绿卡。当然了，从这个中国扩大开放，中国跟这个现代文明世界要保持接触、加强接触这方面，中国政府他对护照管得越来越严，这个呢肯定不是好事儿啊，也是一种开倒车。 这方面今天呢就不说了。首先给大家呢分享狗哥呢对这个孟加拉国政治突变的一些观察。很多网友呢都会知道，观察和分析孟加拉，其实呢对于观察和分析中国政治的未来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在社会运动这方面啊，虽然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但是呢它会有一些类似的规律，这方面呢就非常的有借鉴的意义。孟加拉国的这场社会运动啊。 它可以说呢，也是一场学生运动，最终呢是导致了这个比较独裁的哈希纳政府的倒台，所以呢可以说它取得了这个第一阶段的胜利。狗哥呢先简单介绍一下孟加拉国，它爆发的这场运动啊，它大概呢是怎么回事儿？很多网友呢肯定对这个国家呢也是很不了解，很不清楚。简单的讲，孟加拉国它这场社会运动就是从公务员考试这个事儿最终引发的一场政权的崩溃。 说起这个公务员考试和上岸，中国的网友们肯定都是这个啊，非非常熟悉的，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呢也都可以联想一下啊。孟加拉国它这个公务员考试、公务员录用引发的矛盾，最开始呢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当时孟加拉国它是经过这个独立战争，它独立建国以后，它的这个开国之父叫拉克曼。 拉赫曼就是昨天逃跑的孟加拉总理哈希娜的父亲，也是这个影片开头视频里边被民众推倒的塑像代表的那位，就是拉赫曼。他以前在孟加拉国的地位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毛泽东老毛他在中国的地位。上世纪七十年代孟加拉独立建国以后，开国之父拉赫曼，他为了奖励跟随自个儿打天下的那些个老兵，就规定呢。 政府录用公务员儿，其中百分之三十的配额呢，都要分配给那些老兵。比如说孟加拉政府啊，他要这个录用一百名公务员、公职人员，那其中呢，至少三十名只能是由那些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们，他们呢有资格去担任。这个呢，就是显然、啊、拉赫曼他给老兵们的一种福利、一种奖赏。在刚开国的那个年代，他这么干呢，问题不大。 因为在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里边，你像这种打天下之后就要做天下的这种观念，属于呢是很正常。中国共产党它建国以后呢也是这么干的，所以呢，孟加拉的这个开国之父拉赫曼，他后来呢也成了著名的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随着一个社会里边经济还有社会它发展的进步，这方面的问题呢就开始变大。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孟加拉国的那些开国老兵们。 因为是普遍都上了年纪，导致呢去做公务员的人数呢是减少，但是呢，他们又绝对呢是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这个福利还有特权。然后呢，孟加拉国的政府呢就规定，这些老兵他们的子女，他们的下一代也适用于公务员录用百分之三十的配额。这个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呢，它就是一种很明显的不公平、不公正。这个呢，就是开始啊明目张胆的搞这种世袭了。 啊，搞这个所谓的红色血脉，世代相传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只能去打洞。孟加拉国政府，他让老兵们的子女去继承老兵们的福利还有特权，这个呢就是严重的不公正。当时孟加拉国的总理呢就已经是这个哈希纳了啊，这个红二代哈希纳。到了二零一零年，在公务员录用这方面，哈希纳呢他又搞的是进一步的过分，他呢是规定。 老兵们的孙子辈儿，也就是红三代们，也可以适用公务员录用百分之三十的配额。这个呢，就引发了孟加拉国很多的普通民众，特别呢是大学生群体，他们的强烈的不满意。在二零一三年，孟加拉国的学生群体呢就开始举行抗议集会，反对公务员录用制度里边的这些个不公正，强烈要求减少配额，特别呢是要减少给那些红二代、红三代们的配额。最近十年来。 这个问题呢，是在孟加拉社会里边啊，成为越来越敏感、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今年的六月份，孟加拉国的高等法院是做出一项判决，还要继续坚持原有的这个公务员录用配额的制度。结果马上呢，就引发了孟加拉国很多大学里边的抗议活动，学生的抗议活动又引发了孟加拉社会里边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到了七月份。 开始出现这个政府的警察跟抗议学生他们之间的暴力的冲突，再然后抗议活动呢就演变为要求哈希纳下台的这个政治运动，最后就是影片开头视频里边的场景，在孟加拉国执政累计啊是达到二十年的这个红二代，现年七十七岁的哈希纳同志，他的是黯然下台，跟家人呢是逃离了孟加拉。 在上个月的十号，孟加拉的这个学生抗议还在进行的时候，哈希纳呢是曾经去了一趟中国去访问，见到了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他当时跑去中国，肯定呢他是希望得到中国政府对他的支持，支持他维护政权的稳定。习近平在当时呢也对他说了，说这个两国老一辈儿领导人之间的革命友谊呢不能忘，要继承，但是呢也是燃并卵啊，哈希纳。 他从北京回到孟加拉国不到一个月，他呢就被推翻下台了。中国政府在拯救他这方面啊，肯定呢是没起到什么作用。这个呢就是孟加拉国他最近这个政局啊发生突变的大概的情况。那为什么大家需要去关注这个孟加拉？为什么大家需要去关注这么一个在世界上啊存在感并不强的这么一个国家？对地缘政治比较敏感的网友们肯定都知道，最近除了这个孟加拉呀。 在南美著名的国家委内瑞拉，他的政局也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委内瑞拉的独裁领导人马杜罗，他呢也有这个倒台的危险。孟加拉的总理哈希娜，他呢是比较独裁。委内瑞拉的这个总统马杜罗呢，他是极端独裁啊，他们都是这个非民主的，甚至说呢是独裁国家的领导人。但他们都是中国政府的好朋友，都是中国政府的老朋友，都是中国坚定的友邦国家。 但是他们在最近都是出现了这种政治上的极大的不稳定，那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个呢就非常需要去关注，对不对？用一句老话讲，这个呢就叫唇亡齿寒，对不对？孟加拉的这个哈希纳呢已经是被赶走了，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他呢还在硬挺啊。现在，那结合这两个国家，狗哥呢在这儿呢给大家呢分享几个观察，就是在这些独裁国家里啊，政治抗议运动。 它能不能成功，由哪几个因素来影响和决定？这方面的观察还有判断，大家呢从这些个因素，从这些个角度就可以去观察，像中国呀、像东朝鲜啊、像伊朗啊等等啊这些个国家的情况。第一个观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边要发生大规模的政治抗议运动，一定首先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呢，它在经济发展，还有呢它在社会公正这一方面出现了大的危机。 也就是说呢，在独裁专制国家里边啊，首先应该是在经济上、在社会公正这方面出现了大的危机，出现了大的问题，然后呢，才容易导致在政治上出现大危机。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就不用多说了。最近十几年，委内瑞拉呢是一直在大开倒车，它的经济呢已经是被搞的这个特别的萧条。最近这些年，它的政治上呢也是很不稳定。孟加拉国这个国家。 虽然最近十年来，它在经济上是发展的不错，但是孟加拉国社会啊，贫富差距拉大，它呢主要呢是在社会公正这方面出了大问题，而且呢今年以来，孟加拉它的经济呢也是变得明显的不景气，出现这个高通胀的情况，这些呢都是最近还有现在孟加拉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出现政治大动荡的这个主要的原因，一定是这种民众收入上减少。 经济压力很大，同时呢又感受到社会里边的强烈的不公正，这样才会让民众去大规模的走上街头去抗议。第二个观察，在独裁专制国家里边啊，必须要有一个突发事件，必须要有一个导火索，才会引爆社会里边长久存在的这种强烈的不满意的情绪，导致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孟加拉国的情况就是今年六月份，他的法院。 做出了一个关于这个公务员录用配合的判决，这个呢就导致学生们是再一次走上街头。委内瑞拉的情况，它是最近举行的那个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啊独裁领导人马杜罗是公开不要脸，公开舞弊，在这个选举里边，这个呢就导致了大量的民众上街抗议。第三个观察，民众的这个大规模街头抗议啊，必须要有持续性，这样呢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像孟加拉国啊。 以学生为主的这个抗议和反对活动，这一轮他是坚持了两个月的时间，中间几乎是没有间断啊，是坚持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次委内瑞拉他的反抗能不能最后成功？反对派还有民众的这种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啊，能不能持续？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四个观察，我认为呢，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就是这些独裁国家里边的军队。 他们会不会出现倒戈的状况？军队会不会选择跟人民站在一块儿？如果独裁者他们的军队不出现倒戈，如果独裁者的军队还是比较坚定的去拥护、去支持独裁者，那基本上民众的这个反抗活动呢就不能成功。孟加拉他这次的成功啊，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孟加拉的军队最后呢拒绝去镇压老百姓，军队宣布呢是站在人民一边。 委内瑞拉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最主要因素呢，也是委内瑞拉他这个军队军方的高层呢，还是在支持马杜罗，军队还没有发生这个公开的倒戈。这个呢是观察这个独裁专制国家里边政局会不会有大变动的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他们这个政治高层会不会出现公开的严重的分裂，同时这个军队会不会发生倒戈，不再支持独裁领导人。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这些国家的独裁领导人啊，基本上都要完。 我来概括总结一下啊，独裁专制国家里边要发生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变动，第一，应该是首先出现了这个重大的经济危机，或者说呢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危机，这个呢是基础。第二，必须要有这种导火索的事件，引发反对派和民众的这个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而且呢，这种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啊，必须要有持续性，要能够持续的给独裁者们这种压力。 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看这种大规模的街头运动能不能导致独裁政权高层内部出现公开的分裂，能不能导致独裁者的军队发生倒戈，不再支持独裁者。大家主要呢就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去观察和判断一些国家的情况。其实呢，也可以呢从这些角度呢回过头再去观察和分析，像八九六四、天安门啊、呃、那样的事儿，它为什么没有成功？ 这个呢是狗盖在今天聊的主要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个观察，就是中国集权的这些个朋友圈儿，最近呢是明显遭到重大的挫折。这个对于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肯定呢就会比较郁闷啊，比较烦。刚才说了，孟加拉和委内瑞拉都属于呢是中国最典型的友邦国家，两国的这个独裁领导人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结果呢，现在一个呢是被赶跑了，另外一个呢。 距离被赶跑啊，应该也不会太远了。所以呢，在中国看来就是唇亡齿寒。另外呢，大家呢也都知道，最近这些年，你像这个伊朗政权，还有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阿富汗塔利班之类的，最近这些年也都是成了中国领导人还有中国粉红战狼们他们的知心好朋友。但是呢，在最近，哈马斯的这个一号人物哈尼亚是不是在伊朗被干掉了？这个呢，就让伊朗的神棍们是非常非常的丢脸。 这个呢，对中国领导人还有中国“粉红战狼”们，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呢，就叫狼狈为奸、唇亡齿寒。大家都知道，在前几年最受关注的是中国呀，跟所有这个现代文明国家，也就是所谓西方国家的这关系呢，都闹翻了，都闹僵了。中国的朋友圈只剩下像俄国呀、像委内瑞拉呀、巴基斯坦啊、孟加拉呀、哈马斯啊、塔利班啊等等这些个货色。 但是现在，很明显的，中国的这些还剩下不多的最友好的国家和恐怖组织，他们的情况最近几乎呢是没有一个好的，都是出现了这个重大的风雨飘摇，遭到了重大的打击。所以呢，大家呢今天啊都可以留言，认真的说一下，中国混到现在，他到底是怎么混的？他怎么就混成了这样？他全世界的朋友圈为什么会混到今天这种地步？ 大家呢都可以留言说一下啊。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今天就聊这么多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